我想看这个马政府的反应了，好不好？哦，当然我们人民是主人，但主人的声音如果他不听，哦，那主人没有他的办法，那就代表我们不是主人嘛，哦，啊，所以他不听，我们就应该有下一步的行动，啊，啊，如果是立法院的多数，啊，滥权反对，那就应该罢免立委，啊，如果啊立法院没问题，是总统的问题，那就应该罢免总统，好了，谢谢。难度是不是很高啊？难度啊？啊，我们要挑战高难度。加油，大家！